啊，这么快，这一秒钟啊！你这个风叶怎么是铁的？这个怎么弄？这是顶级的是吧？因为电摩它是靠转速的嘛，嗯嗯，它细微的就主要是在这个风扇里面，也很光界的细微。我们这个叶片铁的这个风扇，比原先老的这个叶片要增加两片。这个塑料的和这个铁的区别就是，时间久以后，这个塑料的。它会就顶不住呗，对，也会顶，老化以后会顶不住，会断，还会断啊。那铁的话肯定不会的了，这个枫叶的角度和这个塑料枫叶的角度都是不同的。你别看它这个细微的小问题啊，我主要这个风扇主要是排风扇排得越快，风量越大以后会降低这个电机的这个温度啊，温度。那我现在装一下啊，试试看啊。哇，这么快啊！我还最哇。最低的转速的还没有哦，这比我想象中好哎。这里有个调速器的哦，是吧？你看，你看，听着声音就不一样了啊，这像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啊。再试一下，哇，这么快！哇，这个转一块这么快吗？哎，这好使啊，兄弟。真正用出来的效果是要用户和那些工厂的师傅用出来来定的，这个口碑，不是说你自己吹哦。